金曲奖冠军歌手，好的，邓盛伟学长。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是新，我们带来稍微新一点点，就是呢伍佰《心爱再回来》。心爱再回来，待会儿伍佰，请回来，掌声鼓励。如果有阿公阿妈爷爷奶奶会唱，可以唱。好，一样哦，会唱我们就一起唱哈。好。戴衣冠吧，戴衣冠，戴衣冠，戴衣冠。谢谢。那我们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
唱曲是罗大佑的。是啊。